少女时代的成员崔秀英。我觉得继续很紧张，你没有发现我讲话都很顿呆，虽然说我本来就会顿呆。大家好，我是徐云。Hello, someone. 我认识你了，好久不见。所以是否也可以分享一下，每天在穿搭上面会注重哪些细节呢？저는아무래도편안함인것같은데요제가불편한옷을입으면기분에도좀영향을미치는것같아요그래서저는편안함이가장첫번째인것같고그래서그런지소재를되게중요하게생각하는것같긴해요상의를가장신경쓰는것같아요옷을입을때상의먼저정하고그다음이제스타일링나가는편인데상의를좀불편한옷을입으면아무래도그날하루의기분에좀영향을미치다보니까가장좀편하고멋스럽고그날스케줄에따라그날가는어떤장소에따라상의를먼저정한뒤에다음으로스타일링하는편입니다제가요즘에이제발레를취미로하고있거든요그래서발레할때도예쁘게신을수있는아이템이제또추워지니까다양하게매치할수있는실용적인아이템이아닐까해서네코크닝사진을추천드립니다이번로보피아나이이벤트덕분에제가대만에이제머물수있는날이조금늘어나서너무개인적으로너무기쁘고요어제그래서우육면도먹고또되게골목골목예쁜동네를갔어요용캉제라는동네에가서커피도마시고그리고쇼핑도하고했는데이렇게대만을뭔가즐길수있었던일정이이번이처음인것같아요그래서남은스케줄이너무기대되고또이틀뒤에저희팬여러분들만나는 일정이제일설레되고기대하는설레하고늘기대되는可以分享一下你刚刚大概跟秀英当中互动，两个说了什么？听说你有看他的作品。哦，我刚刚跟他说，我看那个《男男》，然后听见情书，然后刚刚就互相打了个招呼，然后希望他玩得开心。如果要推荐他一个台湾景点的话，你会想推荐他哪？可以去哪？或是小吃？我觉得现在这里就很好，黎明你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系列，然后你又可以到黎明一，可以去好好的欣赏。台北美丽的夜景，因为你自己蛮喜欢爬山的嘛，对，推荐什么山啊？可以爬，就是我觉得最近的话，我觉得阳明山蛮不错的，然后也很方便，然后其实也有温泉可以泡。自己最喜欢少女时代哪首？我觉得继续，就是真的会印象深刻。当然他们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然后希望他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吃。然后也希望可以，夜市真的有很多很好吃的，然后像拉面线啊，然后猪血糕，还有我最爱的那个春卷冰淇淋，但里面有香菜，这我每次都还推荐国外的朋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你是喜欢香菜？我太喜欢香菜了，好香啊，这是灵魂所在啊！哎，对不起，那有些人真受不了，很紧张，你没有发现我讲话都有点顿呆，虽然说我本来就会顿呆，但刚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怎么办？怎么办？讲韩文，讲韩文，然后也很开心，就我们用韩文，用英文，然后一起沟通这样。上次有看到他在曼谷的见面会，然后粉丝们都好会跳舞，一个比一个厉害。对，就祝他顺利，然后加油。再过几天也就要去山上拍戏了，拍一个电影，然后希望大家会期待。那你到山上演戏的话，会不会担心你的观念，家里的观念植物？我有买自动洒水器。买了两台，然后我有教我妈她大概要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对，因为真的很漂亮，有时候很疗愈。你看他们发芽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人生。不好意思，啊，对不起，说太多了。好像在重训，大家好。这个酸了吧，酸了吧，酸了吧。会冒汗，然后大概再过两三天也就要啊，对不起。